嗨，我是 Apple， 好久没有人找我卖东西了。噔噔，我现在又有厂商请我卖月饼。好，这个是六粒装的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然后这是八粒装的。噔噔，那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哇，这样子比起来我的脸好小哦。它这个有点像是冰皮月饼，明明人家的名字应该是什么雪 Q 饼比较好听，我怎么取成这样？哦，还有金箔哎。好，那我先把所有的口味都拿出来，我要快转一下咯。好了，我把八路跟六路全部都打开了，它的口味有一啊，我拍低一点，它的口味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种，所以到时候它的月饼啊，可能这个口味上，我们可能还要再跟厂商沟通，看它是怎么装。那它现在是随机的装在这个八路装跟六路装，那我们就每一种口味都拿起来吃吃看吧。哇，我太幸福了，我可以吃几个口味啊，我可以吃七个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月饼了。哦，它上面每一个都有金箔哎，那我切开看咯。你看金箔在上面哎。哦，我要吃那么多个，不可以吃那么多个，不可以吃那么大，有点像梅子的 QQ 的感觉，很 Q 哦。而且我本来以为它是咖啡，就它不是，它是比较像梅子的。蛮好吃的，可是我觉得我退冰太久了，应该要再冰多一点。等等，我全部开完了，开这么多颗也是一个大工程。好，这一颗看似咖啡，其实吃起来是乌梅。那这个看似抹茶，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，我来吃吃看，这样蛮有惊喜的。而且它盒子上面其实没写口味，还真的蛮惊喜的，因为你不知道。可是它每个上面都有放金箔哎，这应该就是真的是抹茶抹吉了。它皮好 Q 哦，而且馅很香，其实不甜，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蛮适合秋天配茶喝。好，哇，我今天每一个都吃到，我也太强了吧！我要切小一点了。它里面包的是，试试看哦。很特别的酱，我要再吃一口。果然东西少一点好吃，越小口越好吃啊！那滴东西啊，有点牛奶糖的味道哎。我喜欢这一颗，因为它牛奶糖里面很香。好，来试试看竹炭。好，我们切小一点，切小一点的东西看起来好好吃。哎，它这个也是我喜欢吃的量。那里面的馅口味好特别，很好吃哎。而且还有一粒一粒的感觉。哦，里面还有芝麻。哦，所以它是黑色是芝麻，它不是木炭哎。那我切完黑色的，你看我切完黑色的手，
摸在白色上面，让白色脏了。那这样吃起来最喜欢的口味，我是芝麻、欸。嗯，这被我切得好丑哦，对不起厂商。好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切白的。这个厂商的价格是一粒一百。都是黄色的酱，这是我喜欢的。嗯，这酱的口味很特别，我说不出来，就是有点像浓很浓的炼乳。你要帮我试试看吗？我完全吃不出什么口味、欸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芋头。哇，芋头里面是好像蔓越莓啊。我这个吃得出来，它是蔓越莓奶酪，嗯，这也蛮好吃的。不行，熊熊，熊熊在这边，他没有照到他，熊熊要崩溃了。啊，熊熊进来了，他在吞口水啦，不行。这个跟那个咖啡的口味有点像，嗯，那我比较喜欢酸酸甜甜的口味，我还吃颗这个麻吉，嗯，好 Q 哦，嗯，一次吃七粒，真的是要练过的，还不错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口味就是中间有黄黄的，你看。它那个汤都要流出来了，中间黄黄的真的蛮好吃的，吃起来就是有点奶香，然后甜甜的，我真的说不出来什么味道哎、欸，我老公听不下去，他来吃，我切一口给他吃，我真的完全吃不出来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形容它吗？好像有蛋黄哎、欸，有蛋黄，有蛋黄，确定啦、啊？嗯，有蛋黄。可是每一个都有蛋黄吗？那你试试看这个，咸蛋黄的味道。那这个也是咸蛋黄。我真的是嘴巴很拙哎、欸，但是我吃得出来这里面是芝麻。一粒一百，然后那个礼盒有六入跟八入装。那至于。优惠价格呢 ？Apple 再帮你们争取看看吧。那有喜欢的再来跟 Apple 订吧。中秋节礼盒哦。